大家好，这是我提前准备好的凹片。像这样，反面朝上铺好棉花。像这样，用一个塑料袋铺在棉花的上面，这样卷起来。卷起来的目的是让棉花平展、均匀、不凌乱。像这样，慢慢的把另一面的面部这样铺平，像这样平展之后，按照我画的线的方向手工固定棉花，然后再从侧缝和袖缝开始合缝，也可以用缝纫机先将面料缝合，然后再用手工针缝合里料，最后根据个人的喜好，上袖口，这样就 OK 了。